继续来证明这不是场。Hello， 马来西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柳哲，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马来西亚出席由 IME 马来西亚主办的5月25号晚上8:30云顶云星剧场这些年最火的歌2019云顶演唱会，请到以下网站购票，到时候让我们一起大合唱你我最火的歌，我们不见不散。